好的，感谢你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仁不让世界充满爱你眉上亮声亮影，我爱你在他乡还好，妈妈再爱我一次之势如破竹篮打水一场，空无一人者无敌众我寡不敌众之势。来看这场比赛，今天的天气近乎完美啊，晴朗的天空在泛灯光下显得更加辽阔，哎呀心情也不错。两队的表现啊，不要给我们添堵啊。米兰著名的南看台，足球这项美丽运动的圣地之一。好，比赛已经打响了，一记长传将球转移到了前场，快速向门前推进，球在托尼克罗斯脚下，身体优势啊，这点让对手很吃亏，防线脑洞大开，哦不对，漏洞大开，门将大脚长传，尝试吊过顶球，阿斯滕吉田蚂蚁试图快速发动进攻，托尼克罗斯发起反击，直接长传，朴智星究竟谁能抢到球呢？球在托尼克罗斯脚下，可惜了，这个球传得不准，轻巧的传球，漂亮，他的预判非常准确。马尔蒂尼，维拉这次要负责，要对这次犯规负责。德布劳内，吉米西送出直塞，获得角球，球的线路不错，他解围成功，中田英寿巧妙的传球，刚刚丢球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仁不让的速度把球抢了回来，梅西漂亮的直塞球，这次抢断的跑位非常合理，吉米西抢了回来，好像犯规了，是的，裁判判了。球失去控制了，看谁先抢到。啊，犯规了，给了个任意球。可惜了，连人墙都没过去。
漂亮的抢断，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啊。维拉直接传到前场，坎传到前场，马塞洛，德布劳内要到前场，托尼克罗斯，马塞洛选择回传，梅西，坎扑救的漂亮，单传寻找机会，快攻的好机会，中田英寿现在沿右路快速突破，干净的解围，看谁能得到平，能起脚吗？非常准确，他已经预判出了路线，现在应该迅速由守转攻。德布劳内，这是个明显的犯规，任意球。表现非常给力，漂亮，高难度的扑救。实话实说，面对这种级别的门将，射门必须要更刁钻一些才行。球出界了，这个界外球罚得有些离谱，被对手轻松的断下。孙兴民像一只离线的箭，从左侧高速推进。马尔蒂尼把球开了出去，是的，他犯规了。马塞洛，孙兴民，孙兴民。巴斯滕，德布劳内，球在梅西脚下，球就像是粘在他脚上一样。及时的解围，他们能形成反击吗？这是中场休息的哨啊，由于没能破门，相信双方的教练是有很多内容需要总结的。虽然没出现进球，但是比赛的过程啊不成败。精彩的半场，唯一欠缺的就是进球，比分为0-0。好的，比赛进入到下半时。上半场比赛确实没有出现我们所期待的进球啊，
希望这是为下半场的精彩表现做出铺垫吧。不过要想打开僵局，双方必须踢得更大胆一点。托尼克罗斯想要穿透防线，阿斯滕抬脚射门，究竟谁能抢到球呢？无功而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对方的防守实在太严密了。梅西，就在托尼克罗斯脚下，德布劳内，凯文德布劳内传中，维埃拉尝试将球破坏掉，分到右侧，起球。孙兴民正在带球前进，朴智星将球塞过去，孙兴民聪明的扑救，看孙兴民直接射门，打进一球，令人惊叹的射门，那弧线让门将只能是束手无策呀。现在的用球不时能踢出这样的诡异射门，只要脚面和球接触的好，就会产生飘忽不定的飞行和下坠，路线极难预测。埃斯潘诺拉联合体育先下一城。虽然不知道中场休息的时候主教练在更衣室里说了什么，但显然十分奏效。梅西，哎，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呀。吉田麻也，吉田麻也，孙兴民拿球，德布劳内靠身体把球抢了回来，漂亮的断球，否则形势相当危急。维埃拉，孙兴民试图直塞，朴智星跳起头球，哎，球感啊还是有所欠缺。哇，他们几乎倾巢而出，禁区内已经聚集了多名球员，每个人都处于攻击模式。球在莱昂内尔梅西脚下，吉米西，梅西，进攻很有质量，渐入佳境。他们必须不断地向球门施压，对吧，苗坤？涛哥，我完全同意。射门！哦，如果打进，这将是一粒载入史册的进球。华丽的技巧演示，他绝对属于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左右比赛的球员。吉米西，他出现在那里，把球破坏掉，球传进去了。马塞洛直接传到前场，看孙兴民，埃斯潘诺拉联合体育又抢了回来。我们在禁区内的人员太少，所以说很难制造出威胁，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信心十足，体能也非常的充沛，不过他们必须保住球权，不能再把球送给对方。质量怎么样？球现在是的，已经疲于应付。球啊，这个进球只是迟早的问题呀。弹第一下做得很好，第二下补射他也没办法了，结果还是打进了。进球球员表现是不错，不过门将本来可以处理得再好一些。
已经有球员在场边热身了，好像是要换人。我们看啊，现在是同时做出了两次换人调整，这是个很大的变化啊，显然主教练认为这很有必要。这一进球再次改变了比赛的局面，到了这个阶段，进球会让他们占据心理上的优势，我认为他们应该放手一搏，全力争胜。传球，防守队员准备把球传给前锋，及时的抢断。他们运气太差了，不过他们注意力肯定也不集中，这就是乌龙球的危险之处，你稍有疏忽，情况就会急转直下。这球恐怕连诸葛孔明也难以预料，这下比赛更有意思了啊！谁会料到在这样一场重量的较量中会出现这个意外呢？没错，这就是足球比赛，正是这些出乎意料的状况让比赛发展充满了戏剧性。有点惊惑，有点惊惑，试图快速发动进攻。我想刚才的那次进攻肯定让球迷们吓出了一身冷汗，我不确定他们是怎么死里逃生的，不过他们仍然领先，这才是最重要的。漂亮的解围非常关键，不错的尝试。他们踢的是一点情面都不留啊，弹轻松地把球拿到，比赛结束。多么神奇的比赛，多么神奇的逆转，这才是逆境中应有的表现，他们的胜利实至名归。这是充满戏剧性的一场比赛，胜负直到最后一刻才分晓。我想许多观众都以为今天会是一场平局，包括我在内，可是显然他们并没有这个打算，他们敢打敢拼，始终没有放弃求胜的信念，这场胜利是他们应得的。解说即将告一段落，再次感谢苗坤的陪伴和点评，由衷的感谢涛哥。